中柱念要敲木鱼吗？次要的都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一定要如理如法的修学。那么往这个念佛往生理论跟方法都在无量寿经里面啊，所以诸位啊，细细的去读诵无量寿经，你就明了了。为人助念时，有人请来密宗大德，在往生者头上放金刚砂，弟子只好离开。请问这样是否如法？金刚砂真能超度六道吗？这个金刚砂就跟大杯水一样，真正有道行的人，有修行的人，他加持啊，那个才有用啊。如果不是真正他这个功力加持在了上面上，这效果就不大。如果念的人有口无心呢，那就一点。不要靠外面的力量啊，外面的力量啊多半都不可靠，靠自己的力量最可靠啊，自己有坚定的信心。像山头这个得癌症的，那是
那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，说他信心能够把那个癌消掉，那真不容易啊。他现在呢，两张照片还留到做纪念，常给人看，一个是在医院照的，一个是他自己啊，自己这个用意念来调节的时候，再照第二张就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个要相信自己，相信别人就错了。他要相信医生开刀保险，他这个生命保不住，所以他是自己意念转过来啊。这个是要用忏悔，忏悔发愿啊，可以转过来。请问往生贝能不能烧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，你去问问那个造往生贝的人能不能烧。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你烧也好不烧也好啊。人断气了未出殡，是否需要点脚尾灯？这个灯，这是习俗，是世间的习俗。如果依照佛法来做呢，佛法就不需要。依照佛法做也可以。如果不能依照佛法了，不得已也要依照世法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家里兄弟多，不见得个个都学佛。你到佛法做，他不同意呀，你没法子。所以还是要随缘。总是家和万事兴。